咁多位圣诞快乐啊！今日讲呢间酒店咧，就系大名鼎鼎成哥开嘅新酒店，位于炮台山嘅力山酒店，就喺正另一间成哥旗下嘅 Harbour Grand 呢间港岛海日君卓酒店嘅隔篱。咁你见两间酒店嘅外墙造型都已经系几分相似嘅。由炮台山地铁站行过嚟，约摸两三分钟左右就到，坐落喺临海地段，景观应该系唔差嘅。酒店房现阶段系未开放营业，但餐厅已经先声夺人啦。嗱，有冇人同我一样系之前系唔知有呢间新酒店开幕噶？但第一次听已经系佢哋汹涌澎湃嘅自助餐劣评。原本睇 Alfred、Stephen 同埋 Kiki and May 佢哋众口一词描述呢间餐厅唔同方面嘅复位，所以我已经打消咗想去食嘅念头啦。咁啊，点知饮食男女咧就邀请我去体验一下，想睇下呢间被插到体无完肤嘅力山餐厅，经过咗两三星期嘅调整之后，现阶段个质素又系如何呢？咁样咁啊，嗱，其他唔讲住，但佢个餐厅入口咧系真系有啲隐蔽嘅。咁啊，倒一倒带先，诶，嗱，个入口其实喺呢度。嗱，我哋去嗰时全部都经过咗，冇留意到 ，miss 咗。自助午餐由12点开始食到2点半，经酒店官网的 eShop 买券定位是有折的。它有这个维多利亚宫廷式的下午茶，也有这个维多利亚宫廷式的圣诞新年主题自助餐。那个酒店设计都是维多利亚时期的欧式经典等等。宫廷风我一直觉得是最难拿捏的风格。香港目前行这个风格做得最好的，我觉得是港岛香格里拉酒店。而想平衡在华丽、气派、古典得嚟而又唔浮夸咧，半岛就最有嗰种精髓啦。力山酒店唔使讲啦，绝对肯定系一个隆重嘅路线啦。佢富丽堂皇，行几步距离啫，又会见到盏 chandelier 喺头顶噶啦。地板墙身立立令，全方面反射紧啲光翻嚟。呢度系嗰种即使着住洛丽塔衫坐喺度食饭，都完全冇违和感嘅地方啊。嗱，咁你明嘅感觉系点噶啦？咁宫廷风做得唔好玩咧，系好容易俾人一种好庸俗、好山寨嘅感觉。庆幸呢度个配搭同衬色都好合理嘅，隆重而唔低档。好啦，咁喺间咁靓嘅餐厅入面食饭咧，理所当然系会对食物质素有相对高翻啲嘅期望嘅。同埋睇翻个价钱啦，自助午餐每位388蚊，打完折再收翻加一，都约摸360几咁上下啦。咁食物質素究竟对唔对得住呢个宫廷装修同埋呢个价钱呢？先讲下张台啦，係比较窄啲嘅，一人放一个碟加杯飲品呢就已经冇乜位剩㗎啦，係茶器嗰种嘅座位空间啦，唔松动嘅。咁冻海鲜次次都係兵家必争之地嚟嘅，但其实係冇乜值得期待，因为呢度得三款嘅冻海鲜㗎啫，分别就係蟹脚啦、青口啦同埋蝦，係啦，就係依家台面上见到嘅呢三款啦。青口是饱满的，但肉质有些跳皮，一些呢是嚼落会硬的，一些食落呢有几正常，个出品是几撞手神。那个虾呢，第一次试这样的虾，它肉质是正正常常的，未至于爽口弹牙，但起码不是霉霉烂烂那种，即是正常的虾，但它是没有几乎没有任何虾味的。那你想象一下，就是食着虾的质感，但没有任何的味道。白灼蝦是有味的，甜蝦、壽司的蝦都是有味，但這個是沒有任何味的。那最後是蟹腳了，這個挺好，肉質柔嫩，有海水味，份量都足料的。值得一讚的是餐廳的凍海鮮解凍做得好，入口起碼不會寒到吃雪條那樣，但個質素和款式都有提升的空間。蝦和青口吃不吃都罷，蟹腳是不差的，這個可以再拎。刺身部分就要剔子仔去落单嘅，一共有四款。咁又睇开我以前啲片都会知道噶啦，喺我眼中其实有90%自助餐刺身咧都系免得就免嘅质素啦。咁呢间餐厅嘅食物质素系如雷贯耳嘅，如果唔系拍片，我应该都唔会去试噶啦。咁样上台嗰时个卖相系还可以嘅，嗱，起码个排列整齐先啦。食落咧就好似玩紧试味游戏咁。因为你凭外观是认得出它是鲷鱼，例如这一道这样，但凭味道我真的分辨不出，因为它完全没有味的，它没有鱼油香，没有鲜味，就一块淋一点的肉这样。而个甜虾呢，竟然比啱冻海鲜的虾是更加有味的，算是比较正常一点的。鱿鱼你看到就一片是会嚼到牙膠都酸埋才吞到的擦字膠，还有都是完全没有味的，
佢唯一嘅味咧就系夹住块柠檬需有嘅嗰啲柠檬味咁样。同埋张纸仔写咧系写鱿鱼，但嚟嘅呢一碟摆明系八爪鱼嚟嘅，想点呢？我谂最后就系三文鱼啦。嗱，佢反而喺呢碟入面相比之下算系正常啲嘅，起码佢有好些微嘅鱼味同埋唔腥先啦。咁所以个结论都系嗰句啦，就系无谓作践自己啦，呢啲嘢可免则免。好啦，咁冷盘部分嚟到呢度啦，嗰啲沙律嗰啲就唔好搞我啦吓，依家嚟讲下啲热食先。咁啊，先嚟睇下呢一个烤肉档啦。今餐提供嘅 rib eye 肉眼扒啊，独孤一味，我觉得可以多啲选择嘅。佢厚薄切得均匀，如果个厚度可以厚翻啲，我觉得会好啲嘅。因为切得薄嘅话咧，你切嗰时系唔方便啊。银嫩红色嗰 part 系唔错嘅，有肉汁，肉味适中，系 OK 嘅。但如果连埋上面部分咧，咁你睇我切嗰时都知咩事啦，就系硬咯。一塊 medium well 至 well done 咁上下熟嘅瘦牛肉，你想象到个口感噶啦，系都要嚼一阵先吞到嘅。其他嘅熟食我就咁行咗个圈，见到大约有十零廿款嘅热食小炒之类，咁我就 skip 嗰啲炒菜之类啦，就将啲肉食肉类嘅食物大概每样都拎一件。红酒烩牛尾望落最正常，就食佢先。食落都真系最正常嘅，嗱呢个正常系相对而言啦。咁牛尾我 prefer 佢可以炆得再腍啲嘅，再入味啲会再好啲。不过已经算系咁噶啦，同埋呢件牛尾算系多肉嘅，呢个唔错。香草羊架一切就知哪嘢啦，因为入面系熟晒嘅。咁熟晒嘅羊架大家都知咩事啦，仲要佢个酥味系几浓嘅。咁佢又硬啦，又酥啦，一时三刻你又吞佢唔落啦，所以系要嚼好耐，同埋饮埋奶茶，几乎好似系撞佢落去咁先吞得掂啊！而嗰阵酥味嘅后劲仲会持续一阵，先至会慢慢散去咁样。咁啊，呢个三文鱼扒煎得偏干系意料中事啦，但食落系感觉到佢带有微微一啲好似甘甘地、苦苦地嘅味咁样。佢照旧啦，都系冇鱼油香啦，肉质偏硬啦，亦都冇乜可取之处。咁呢个系一个避风塘蟹钳咧，我经过嗰时闻到系觉得吸引嘅，但原来嗰阵避风塘风味只系停留喺个蟹钳壳呢个表面嘅啫。厨房几好嘅就系佢预先已经剪开咗个口，方便我哋可以唔用工具就咁就拆肉出嚟。但可惜就牺牲咗食物嘅品质啦。咁你拆出嚟见到佢系恩挑鬼咩，缩晒水，干蒸蒸咁样咧，就好似食紧肉干咁样，仲要系一个偏硬嘅肉干，算系嘥咗呢个蟹钳啊！不过有惊喜嘅，估唔到呢碟熟食入面手上拎住呢条烟肉台湾肠，竟然会系最好食嘅。但系烟肉香口，肠仔入面仲有肉汁，外层冇窿到，咁样已经系好好食噶啦。因为你望下之后嘅呢一片叉烧，已经系天渊之别啊！你经过见到打开系咁嘅样，你都知咩事啦。如果唔系拍片，真系唔会夹嚟食。你见到个表面系暗淡无光，纯瘦冇肥。而你一切开睇下中间嘅纹路咧，就更加不堪啊！基本上就是一块肉味淡薄嘅树皮咁嘅样，又系嗰啲要嚼好耐先吞到嘅。嗱，啱件羊架起码有少少嘅脂肪，而呢嚿纯瘦肉咧就好似嗰啲汤渣咁样，系要饮几次水先撞唔到佢落去。我觉得啦，明炉烧味平时喺自助餐入面算系一个相对保险啲嘅选择，即系起码佢唔会难食先。呢碟我难听啲讲句，算系厨余级数嘅叉烧咧，简直系侮辱咗烧味呢样嘢。嗱，牛仔骨系正常嘅，你一切落去已经 feel 到噶啦，切出嚟见到内层系嫩红色，都已经安心好多。调味正常，生熟程度理想，冇异味，已经相对嚟讲算系几好噶啦。咁之后我又再揾多两样啱啱 skip 咗嚟试嘅，分别就系呢个pizza 同埋个鱼柳。都系冇乜好 comment， 系求其一间廉价快餐店嘅出品都足以完成佢哋。相比起冷盘同埋热盘嘅不堪，甜品咧算系相对正常啦，起码冇咩怪味，冇话难食到放唔到入口，全部都系好正路嗰啲街坊面包铺出品咁嘅级数。咁我就唔逐一去讲啦。不过佢哋嘅甜品咧，全部食落都唔系好甜嘅。乐观啲咁谂咧，就系冇乜罪恶感。可以食多几款都唔会觉得好流。咁佢个白朱古力喷泉咧就唔系好够热，因为咧要温差大啲咧，咁淋落去啲生果啊、棉花糖度咧，先会有一层薄薄嘅脆皮嘅效果。咁嗰日咧就只不过好似淋咗一层好稀嘅汁喺面啊。
甜品入面咧最好食嘅，我觉得都系哈根达雪糕啦。好啦，咁食物方面大概就系咁多啦。嗱，我哋嗰日系星期四嘅中午去食，咁餐厅系依然都会负后嘅。明显见到餐厅喺食物 review 方面咧有对症下药。嗰日拎嘢食嘅途中，经常会见到有厨师行出嚟观察个食物流量，补充速度系相当及时，算系弥补翻食物摆放位置冇厨师喺度驻场呢个安排上嘅缺陷咁啦。咁服务态度方面咧，我哋当日体验到可能未必能够作准啦，因为我哋有带相机啦，跟住记者又有带相机，坐埋一齐就好难会冇人认得嘅。但人手就咁见到系充足嘅，而且都见到多咗唔少PR team嘅同事喺度照顾客人。因为个场地咁靓，又有埋圣诞布置，其实好多客人都想话同啲装饰合照咁样。咁职员就帮手揸机影相咁啦，有求必应嘅，冇出现话嗰啲酒楼级数嘅招呼服务。都睇得出酒店系有努力改善紧头两星期累积落嚟嘅赶客口碑，但食物质素我觉得仲有好大好大嘅进步空间。或者咁讲啦，今餐食完之后，我连一样有印象嘅食物都冇。嗰日食到嘅嘢有四成我系为咗拍片介绍先会夹嚟食嘅，例如话嗰啲刺身啊、部分嘅熟食等等。有四成咧系睇落 OK， 夹嚟试完之后系唔会食第二次嘅食物。咁有两成系会食第二次嘅，但唔系因为佢好食，而系作为填饱个肚佢系 OK 嘅嗰种，即系味道系正正常常咁啦。咁好多时自助餐其实都会有啲招牌嘅食物系好食啲或者相对名贵啲嘅，例如话可能系鲍鱼啊、花胶啊、和牛啊、燕窝啊、龙虾啊、鹅肝啊、炖汤之类呢啲靓嘢限时美食，去吸引啲人去排队，或者起码会令你食完埋单走个市系会记得有两三样嘢系好食嘅，值得回头嘅咁样。咁啊，但呢度就冇咁样嘅。300多元埋单，食完就好似嗰啲叫咩学生时代搞圣诞联欢大食会咁样，叫做求其食嗰啲嘢咁咯。咁留低嘅印象并唔系个食物，而系嗰个宫廷风格嘅装修。所以现场所见，除咗一开始大家都冲去攞个冻海鲜嗰下，曾经有一条好短嘅人龙之外咧，全餐饭系冇一档系有人排紧队嘅。今餐我系以360多元食餐宴呢个标准嚟睇啲食物质素咁样啦。个结论都系冇嘢值得期待，而如果你又想揾间装修靓、服务好、食物掂嘅餐厅嘅话咧，你拎住300多元 budget， 其实真系大把选择，系唔需要好似寻宝咁样喺几十样冷热盘甜品当中揾几样只能够算系正常嘅食物去填饱个肚。咁啊，有冇食过嘅朋友喺留言嗰度分享一下你点睇力山大厦嘅自助餐啊？好啦，咁啊，今段片嚟呢度啦，中意嘅记得赞好、分享、留言，同埋订阅我哋嘅频道，仲有 follow 埋我哋嘅 Instagram， 我哋下条片再见。